室外摄像机底座安装法，把万向底座朝向旋转至和摄像机一致，调整好摄像机角，再拧紧万向底座即可。小 VV 户外摄像机 Pro 连接 APP 方式，设备通电，按复位键6到7秒，打开米家 APP 并开启蓝牙，点击右上方搜索，点击摄像头栏目，找到户外摄像机 Pro， 选择和手机一致的4G路由器，把手机对准摄像头进行扫码，听到二维码扫描成功，语音提示点击下一步，摄像机连接完成。